钱都已经交了，不是钱没人，不也不给了。没有人交，但你真的没交过。他们家水电钱，他就不这样了。你要真的是有意就是别省钱。我也不知道因为你大街上，我不知道那我找谁去啊？你找谁也不能，我找谁？我找谁谁都不中。原则是没办法，你有妨碍我们，我们就妨碍大家。这个理论可不对。哎，对不对？哎，对。